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我正好吃点东西，在这给他看着一会儿。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난 언제나 최고지. 抽了我三下，可以啊！我们不补刀，我们补人儿。单开 buff 给你狠的，你还敢单开？ 这波可能得耗我好多血了，这波。还有，我上来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收了多少个兵。 哎，换了，还行吧，我挺亏，其实换了，换了我不合适。W呢？我跟你说，刚才不放 W 是最好的。 因为你一旦放了 W， 他的小兵不是小兵啊，防御塔就不会打武器了，你知道吧？防御塔一旦不打武器大师了，那他就有可能会跑。等他 Q 好了，你这我这又血亏，兄弟。武器大师血亏。Nice，
杀杀！这五千大师给自己玩崩了。nice， 给自己玩崩了。他上路这么多兵，他没吃着，你知道吗？哎呦，真会玩啊！拿下！变成我的经验领先了，而且我们现在的装备啊比他好特别多。我要开始杀他了。哟，怎么卡顿了一下呢？他可挺喜欢油啊，我这一看呢。你可挺喜欢游走啊，老弟。这死哥为什么四级敢这么玩啊？啊？我在高地，我走回家。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더블킬塔下强杀加杀死哥加武器大师没打死我，游戏结束。打了我们家一个红，没关系。我八分钟我就黑切了，黑切加上皮海，我就现在平 AA 他都 A 不过我。我跟你们说，只要我把 E 躲了。
这什么意思呢？我就没明白了，你五级你抓谁呀兄弟？哎，这武器大师七级敢往我八级脸上跳啊！他在塔下虽然说是，确实胆子是挺大的。胆子蛮大的。我刚才一度想直接越塔杀他，但我觉得我给他换了，其实我不合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此哥收了个人头卡牌这波可能会飞啊算了，我也不想着老杀他了，这波可以去打小龙。直接走了。卡牌来了，省着我送给他，这个不合适，这个人头不给他。应该会飞下路，嗯。我看见死哥了。死哥在 F 六，塔下换我，四百加三百，七百块。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其实是有点小亏，你知道吧？稍微有点小亏。不过也不是不能接受，也可以接受。你看我一死了吧，就跟我在这儿耶，马上打不过武器了。大哥，我三分之一的血，我还没有大，他满血全技能，我这叫三分之一血还没有大，他那叫全技能。大哥，你妈了个蛋的！够了，他咋这么装逼呢？
到了，他太装逼了，哎呦我操，打得我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吧？打得我有点生气了，没稳住，刚才这一波 W 交的稍微有点随意了。哎我操，他太他妈装逼了，真的太装逼了，他有什么好装的我就搞不懂。AD 怎么回事？1700。我不跟你们说话了，今天我不把这武器给他干死，我就不叫蓝烈汉，真他妈的装了，哎呀操了，你装你妈个蛋，你装，我让你装，喜欢装逼，妈的什么装备也没有，哇哇往我脸上跳，跳个屁，我掉了我100滴血，塔牌要飞呀、啊！我一寻思，那卡牌就得飞。
不合适了，不能这么跟他们打，有点上头了，给他找到机会了。我一寻思，这塔牌直接就得飞我。可能有起床气，给我整生气了，这傻逼。龙，拿下兄弟们。你说他像个傻逼一样，你他妈的，你100来滴血，你跑去打大龙去，你不找死吗？你说这个傻逼，哎呦我操！就这人都能上得了大师吗？就这人，就这么个人，给我气完了，你知道吧？怎么会有这种傻逼呀？给我气坏了。气得我脑袋疼。打急眼了，他老在我这装，你知道吗？他老在我这装，装的我贼烦。你咋不回头干呢？装啊！你不挺能装的吗？回头干呢？怎么瘪茄子了呢？别怕呀！死了。不过这把的队友确实是可以的，我其实没咋发挥好啊，因为像武器大师这种英雄呢，你如果要是他有技能你没技能，还是不是那么很好打，得等大。死杠四发挥的不是很好，没有发挥好。